有点硬啊，所以说咱们呢给先给打打薄，哎，打打薄之后啊，完了给它归个圆啊，归个小圆形，它下回能正常顶出来。如果说边上要是留尖的话，顶不出来的话，那可能就会还会疼啊。所以说咱们先给它简简单单的啊打打薄。欢迎新进来的兄弟啊，感谢点赞的兄弟，非常感谢。这个也不小，但是这可能没疼，就是然后咱们再给它归个圆啊，把这个弧形美观这块啊一定要做好，不单要把它里面这个指甲清理干净，还要把这个弧度小圆形，这么看还可以吧。